谢，来来，谢谢，哎，请进，谢谢惠州，谢谢市长。3月8号是妇女节，市长谢国梁在纵发处长林立婵的陪同下，亲自分送巧克力给市府女性同仁跟来到柜台洽公的民众。基隆市政府目前也有多位女性局处首长，市长一一感谢大家辛苦的付出。基隆有爱，女力无限。我们女性朋友，无论是她的毅力、坚强、优雅、智慧，其实都启发着整个社会的进步。那因此，女性对于社会和家庭以及全世界的贡献都是功不可没的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呢，也要呼吁所有的女性朋友要勇于追求梦想，实现抱负。那另一方面呢，也要在需要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放松心情，保护自己的身心健康。祝福所有的女性朋友妇女节快乐！妇女节吃巧克力不会胖啦，哈，心情会变好，心情好会让人更美丽、更有自信，去追求自己的梦想。所以呢，逐梦也需要环境可以支持。所以我们未来的政策也希望说，友善女性从就业职场啦，还有从所谓的生育啦，那未来的像我们在推新住民的那个退休准备，有很多女性也要做一个退休生活的准备，重点是要快乐才能长寿，长寿才能健康，对不对？健康。所以卫生局长鼓励大家健健康康，局长就可以开开心心哦。是，健康最好。对，妇女节快乐！快乐。市府表示将努力来照顾女性朋友的权益，也祝福大家妇女节快乐。记者黄日升、陈淑平，基隆报道。